我们现在请郑家介绍他用 CoSpace 打造的家。好，你讲一下，你介绍一下你做的东西。这是你的房子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把它播放模式看看。来，进去了，一开始是在房子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啊，你走一走，带大家去看一下你做的房子。哇，这是哪里？哦，这是你的简单的介绍，叫吴正家。然后转一圈，看一下名字，墙上有你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吴正家，生日，然后叫吴正家，然后嘞，你家有什么特别的？还要往下走，还有楼梯，你看看他做的楼梯，就线上游跟线上游戏一样。我喜欢玩电脑，我家有养狗叫豆浆，那你这边可以放一只狗，哦，有狗，让它动一下，让它在房间里面动一下，不然像雕像一样，哦。哦，它为什么叫豆浆？那么黑，黑豆浆哦。哦，那玩电脑，这是你的电脑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平常在这边玩电脑，然后嘞，再继续带同学逛你的家。剩下还没有买家具，然后你有做一个城市，开门的城市，对不对？哦，开门的，哦，就大家户外。那我觉得你家里户外也可以再种点东西，花花草草，因为有一个庭院。哦，有个庭院可以种点东西，好，还可以坐个风车，有没有？那你要带大家去哪里？OK 了吗？好，很好，好，那不错，增加住。